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史书，古约圣经史书记，咱对第三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作歹的事，未记得耶和华因的上帝，去侍奉朱巴力甲阿实拉。所以耶和华的受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甲因交伫米索不达米亚亚王高山耶撒残的手中。以色列人侍奉高山耶撒殿八年。以色列人求救耶和华的时，耶和华就兴起，就为拯救因，就是拯救者。救因就是加勒的兄弟基拿斯的子罗托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伊的身上，伊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战争。耶和华将米索不达米亚米亚王高山利撒殿交在伊的手中，伊便赢了高山利撒殿。安尼，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囝俄托列死了。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安尼行的人，咱今日牧师要甲咱正道的题目有较长吼。啊，我这是南部版啊，南部版吼。当咱无头神的时，磨练带来复兴。啊，兄弟，大家平安。即几冬吼，啊，有侪研究的机构，因发表美国基督信仰，即马呢，逐冬吼，安哪来哪衰微，一个趋势吼，也就是讲，一冬比一冬搁较歹，搁亲像讲，顶礼拜。大家看到的那种教室的一个图表吼，说实在的，这种现象会让我们担心到美国教会的未来，我们会为着美国教会的未来会有一种焦虑，总是我们在担心在挂虑的上时，我们也不贪不记教会在咱人类的历史内面所有的迄种生命力，安怎讲呢？咱来看一个教会的历史，初初来看一个吼。咱注意到吼，在迄个第四世纪的初，第四世纪刚开始吼。咱在第四世纪的刚开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真大规模的一个迫害，有侪侪的基督徒吼，流离失所，殉道，看个规个教会吼，足悲惨的，而且教会甲基督教的一寡册吼，被拆毁，总是呢，迄个时阵基督信仰却会用传播到世界。每一个所在，而且哪来哪兴旺。接著，咱去看伫即个中古世纪的时阵，迄时阵教会吼，有侪侪财务顶面的腐败，神职人员无道德的问题。直到伫迄个时阵，十四世纪吼，咱伫人类历史称伊做。人文主义之父哈，伊个讲安尼一款话，讲伊伫当初时所看到个是安尼，就是讲咱看见个毋是性格个孤独是迄种犯着罪个主人甲一丁上可恶个附属品毋是青青个教会是放荡个一个宴会。佫有伫第十六世纪吼，
咱看到咱知影，佮关算是约翰加尔文吼，伊嘛因着迄个布德啊，引起公的一个搅乱，啊，互教会佮赶出去。啊，伫18世纪这个人伊是美国上重要的神学家，叫 Jonathan Edwards。捌有人反对伊，啊，甲伊讲啊，伊是暴君，啊，佮甲伊赶出去教会。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安尼看，古往今来，咱教会历史，所出现的一挂危机吼，其实咱能发现着讲，其实教会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佮亲像耶稣对彼得所讲的，伊讲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伫即个磐石顶，阴间的官兵袂使赢过伊。嘛亲像保罗伊所讲的，伊讲教会是伊的身躯，是迄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迄个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吼，所以伫遮咱能看一件代志，其实教会伊毋是一个组织而已。圣经在讲到教会，伊是在讲到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有机体。对我来讲吼，我同意讲，教会的确会有衰微。一定会发生衰微，但是伫这个衰微的了后，教会一定会过一遍复兴。这种变化，佮亲像史书记时代吼，咱之前有讲到有四个 R 的一个循环，当史书以色列人背逆的时阵，因会受到报应。但是受到报应了后，当因悔改的时阵，上帝就带来拯救。所以伫遮，咱嘛应安尼讲，当咱看到教会衰微、教会出问题的相时，其实咱爱想起先知以西结所讲的这段话。伊所讲咱做伙来读何歹势，毋是以西结哦，何西啊？咱来读何西阿书吼，第六章第一节咱做伙来读来请。来吧，咱归向耶和华，伊疼惜咱，也要医治；伊拍伤咱也要甜成果嘛要甲咱包扎吼。兄弟，咱看归向耶和华即句话，即句话就是悔改。当咱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怎样拯救，上帝就医治。这有时吼，咱遭遇一挂苦难的时阵，大概咱拢会有犹豫，安尼在问吼，问讲上帝，你伫倒落？上帝，你在哪里？总是这个时阵，其实咱看到上。以色列史书时代的一个拯救的时阵，其实咱能试看卖，咱将家己看作是以色列人，咱来看咱现在的光景，伫这个四个 R 的循环的内面哈，伫这四个 R 的循环内面，咱来问，我家己即马是伫什么款的阶段？我是伫背逆的阶段。也者是伫报应的阶段，也者是悔改等等。咱能问一下，讲，当我受到苦难的时阵，这四个 R， 我是伫对一个所在。实属咱的苦难，是因为咱的背逆所受到的报应，这无代表无改。这颠倒，互咱搁较了解，就是讲，当我那愿意进入悔改，上帝的确一定会拯救伫我。佮亲像今仔日的经章吼，第九节咱来看史书记第三章第九节咱三甲做伙来读来请。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阵，耶和华就为因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因，就是加勒的兄弟基拿书的后生的后生啊，俄多列，吼，俄多列。那这伫遮，咱注意看这五个字吼，呼求耶和华啊，这伫暗示一件代志，就是以色列人因离开偶像，因回归耶和华因的上帝，也就是讲，这五字代表以色列人已经悔改了。啊，同款呢，啊，当一间教会一直出问题，麻烦愈来愈多，这嘛是要家己来检查家己，得问讲，哎，即马我的教会是伫这四个啊的哪一个阶段？而且呢，无论是咱个人，也者是团体，啊，咱拢应该爱知影，若要得到拯救，一定爱先经过啦。那迄四个啊，咱若要得到拯救，一定爱先经过第一项，悔改，悔改 ，repentance。啊，并且咧，咱爱明白一件代志吼，个人也者是教会，咱毋是透过什么事工啊，办什么节目啊，个安尼得到复兴，咱是透过悔改，才得到复兴。真正的复兴一定会经过一个阶段，叫做悔改。啊，咱教会伫今年九月吼，啊，要来举办啊，东港啊，培灵的双倍营。啊，伫明年的三月，啊，咱有一个退休会。啊，伫这个当中，啊，咱对这两个活动吼，这两个事工啊，其实真有深的期待。咱期待讲，啊，透过这个活动，啊，让咱教会会用得到复兴，啊，教会有一个突破。总是咱看到今仔日的经节的时阵，咱爱去了解一个真理，就是讲，咱期待复兴的同时，咱嘛爱期待家己安怎悔改，期待家己悔改。因为咱个人或者是教会，咱无可能因为着讲啊有一个好的讲员，有一个好的场所，一个节目啊，有好的气氛啊，有好的啊同工领袖哦，咱教会因为遮个，咱个得到复兴啊，得到医治，无一定是安尼。原因是哪会？原因是咱也要得到复兴，要得到医治，要得到拯救的大生，咱一定要经过一个阶段，叫做啥？悔改。伫这个只有经过悔改，才会带来真正的复兴。啊，搁较正确来讲，就是讲啊，今仔日啊，咱教会要办的这两个活动，所要带来的祝福，是盼望会用帮助咱兄弟姊妹进入悔改。啊，毋是要予咱啊感觉哦，真投入，毋是吼。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盼望讲啊，咱教会所办的培灵会啊，所办的退休会，是予咱的灵搁较敏锐，搁较敏感。咱会用发现到家己隐而未现的罪，咱会用透过啊这个时间，予咱的灵内面搁较谦卑，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搁较谦卑，愿意用信心来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啊，兄弟，所以伫这个所在吼。啊，咱来看家己的光景。咱即马敢是讲啊，上帝啊，求你拯救我的一个光景。今仔日咱也是落地一个讲，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伫这个内面，其实
咱的处境，咱唔免惊受到逼迫，咱也唔免担心讲啊，我归祖害了了。其实只要安怎悔改，上帝就有咱拯救，这是上帝应允。啊，而且伫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啊，讲到啊这款诶一个话吼。啊，咱兄弟，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好无？请来。压伤的芦苇，伊无压长；买花的灯火，伊嘛无分花。等伊施行公理，啊，叫公理得胜。啊，接续落来，咱搁来看吼。啊，当咱悔改，啊，得到拯救了后，兄弟，咱应该做啥物？也即个就是讲，我应该爱注意啥物吼？我较袂过一遍进入第一个阿是哪会背逆？我较袂过背逆，也就是讲啊，咱要安怎做，才袂过进入惊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事。啊！伫遮，咱来读今仔日的经章啊，第七章吼。啊，兄弟，咱三个做伙来读这个经章，咱做伙来读来听。以色列人惊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事，未记耶和华因的上帝，去服侍主巴力甲阿实拉。也即伫这个经章的内面，咱看到。惊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事，伊是指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因未记耶和华；第二件代志是因服侍主巴力甲阿实列。啊，这个是服侍啊。第二件代志的意思，就是讲伊服侍别的神啊的意思。啊，讲。相似呢，咱来了解这两件代志哈，因彼此是有连带关系。而且咱先来看第一件代志，伊讲未记耶和华，未记耶和华这句话哈，咱也得看古约圣经的时阵，你会发现啊，伊出现几啊遍。啊，常常这句话是用来得警告以色列人爱警醒。免得未记耶和华啊！伊伫遐伫警告一些个人啊，你吼、哦，那是心高气傲，你个会未记耶和华。所以现在咱看到一件代志，就是讲未记耶和华啊，这种行为吼、哦，你唔免作拍拼哦，你唔免调工去做啊。哦伊是足自然、足容易，啊，佮发生未记耶和华这件代志。啊，所以圣经佮讲，哦，咱爱警醒，无咱会未记耶和华。所以圣经佮在佮咱讲，讲咱若是心高气傲的时阵，咱佮会未记耶和华。那呢，咱来想一件代志吼，未记耶和华是甚物意思？未记耶和华是啥物意思？未记耶和华即句话吼，伊毋是指着讲啊，一些的人因毋知影耶和华，也即是讲哦，毋捌听过耶和华。未记耶和华是指着哪会呢？一些的人因伫理智的顶面，因承认耶和华是因的上帝，但是伫因的心内呢？伊无看耶和华是因的上帝，伊看伊家己上大，啊，所以祷告耶和华对因无有一个实质的意义，啊，佮因为因伫即款的光景的下面，因佮专去服侍别个神明，所以伫遮咱佮因看到哈。一些的人是因为因未记耶和华，因只爱去服侍主巴力甲阿实拉。啊，同款对待基督徒嘛是安尼吼。
虽然咱知影耶和华是咱的上帝，虽然咱知影关系上帝的真理，但是因着咱食袂到、看袂到、感受袂到，直到呢，咱掠做其他的使命，比咱所知影上帝搁较真实、搁较实际。啊，就安尼，咱渐渐吼，就转往去服侍其他的神明、偶像，未记耶和华。啊，咱今仔日美国基督教的教势哪来哪衰微？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哪来哪济的基督徒，因知影耶和华，但是因却未记耶和华。啊，兄，这予咱一个种真要紧的提醒。什么款的提醒？就是讲，我对上帝的知道是对一款的知道，我是迄种会纪念耶和华的知道，还是会未记耶和华的知道？总讲咱的知道哈，咱的知影是会未记耶和华的知影，那安尼这款的知影，就等于不知道。咱那是会未记，咱的知道那是会，其实咱的知道个甲不知道是同款的。而且咱是对一款的知道，也就是讲，咱伫信用的顶面吼，咱敢有理智顶面的知道，这无够业，咱阁爱有亲身的一个体验。啊，阁亲像讲，啊，今仔日咱也有兴趣，啊，要啊做迄个手冲咖啡。啊，其实吼，啊，你毋免特别爱去问对一个人。你万免特别讲爱拜师学艺，只要开电脑去看到一个网站 ，YouTube， 你去查一下哦，全世界拢有人在讲手冲咖啡，啊，你可能看到哇，真济原理啦，真济方法啦，真济美感啦，啊，佮有一挂人哦，有一挂独门绝招吼，啊，伊佮佮你教，啊，总是哦。咱看了，咱嘛拢知影，但是呢，咱无去买手冲咖啡的鸡翅头啊，你无去买遐个咖啡豆啊，啊，你无实际去甲伊冲，无去甲伊磨，那呢，咱这种知道等于啥物货？不知道。而且呢，你嘛发现吼。可能你刚开始兴兴啊，后壁个安怎冷冷啊，只有三分钟的热度，真紧个无兴趣讲哦，什么手冲咖啡。啊，我想吼，今仔日咱对伫上帝认捌啊，嘛是安尼。咱若是无有亲自去甲伊实践，啊，有得到迄个体验，其实咱对咱上帝的知道。嘛是同款，等同于安那不知道啊啊，所以咱需要至少，咱至少需要三种的知影。第一种就是咱爱有迄种食会到的知影，啊，第二种是咱爱看会到的知影，啊，来第三种是咱爱感觉会到的知影，咱爱有。至少要有这三种知道，咱才有迄种亲身的体验，啊，咱会知影，才会讲这是知影。啊，那呢？啊，这三件知影的具体是什么款呢？啊，伫遮吼，咱来先看第一种。啊，第一种是啥啦？食会到的知影，担会到，食会到的知影。啊，兄弟，咱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五节，咱三角做伙来读这节经文，咱做伙来读来请。我的肉真是通食，我的血
真是通啉的。啊，兄弟，这在讲哪货？这经章是指着哪货？我想咱真紧就知影吼，咱真紧就反应啊。这是修圣餐的一个经章。啊，伫遮我要请兄弟咱来斟酌看这个吃这个字吼。吃这个字呢，伊是指着哪货？津津有味的咀嚼。啊，迄、那个动作个亲像，咱也有去看迄个 Discovery 吼、哦，还是啥物 Animal 吼、哦？你有看到迄马啊在食草啊无？啊，嘴啊，啊食，你感觉想要足好食啊？啊，迄个感觉吼、哦。啊，其实啊，有诶，熟悉我诶人，我时常听到因讲一句话，讲，哎，蔡牧师，我真爱看你食物件。迄、那个型哦，因为你咧食物件哦，拢让感觉迄个物件想要做好食安尼吼。啊，迄、那个津津有味啊，而且吼，这是一个足生动的一个形容吼。啊，这种“食”这个生动的字眼啊，其实嘛提醒伫咱，就是讲，今仔日咱在领受圣餐的时阵。咱担着什么款的滋味？或者就是讲，啊，咱领受圣餐的时阵，咱担着什么款的滋味，咱才会感觉津津有味？啊，兄弟，咱先问家己一个问题哈，哎，我伫食圣餐的时阵，敢有感觉津津有味？啊，我唔是咧讲吼，啊用买圣餐饼较歹食，迄个秀琴姐做诶圣餐饼较好食。啊，我唔是咧讲这吼、個，我唔是咧讲即味诶吼。啊，伫遮咱看迄、那个啊圣奥古斯丁吼，伊、啊、怎样来咧讲即个经章？伊讲啊，这是一个象征，这是凡夫咱应该爱五分。伫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啊，并且呢，啊，爱保持啊，对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哈，伊的身体为着咱来受伤，并钉死伫十字架顶。咱爱对这个事实有一个啦，甜蜜佮有利益的一个回忆。啊，兄弟，咱看这五个字吼，甜美而有益，这个是津津啊，津津有味。啊，来，咱看这个回忆这两字，就是啊，得咀嚼。啊，兄弟，咱来想一件代志，为什么圣奥古斯丁吼啊，伊认为讲啊，上帝嘛，耶稣的受难吼。是一个甜美而有益的回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实是一个爱的回忆。这件事实是一个爱的回忆。啊，唔知影咱敢捌谈过恋爱吼？啊，你伫谈恋爱的时阵，你敢有迄个爱的回忆过？你敢会？迄时阵糖甘蜜甜的时阵，你敢会回忆一遍？袂啦。咱的回忆安那啊，滚阿伯啊，咱若是较爱讲话，咱拄着人就会甲人讲，啊，讲到全世界人拢知影你的糖甘蜜甜。啊，伫这内面，咱为什么讲耶稣定死伫十字架顶是迄个爱的回忆？咱看罗马书第五章啊第八节啊，咱做下他来这经节，做下他来请读读。基督在咱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上帝爱搁伫遮向咱显明了。啊，所以兄弟伫这内面吼，啊，咱每一遍领圣餐的时阵，咱拢会担着一份爱的滋味，因为咱担着耶稣基督迄个爱的滋味的时阵，咱个安那津津。有味在咀嚼，啊，这个爱的滋味就是有一个人为着爱我的缘故，
平白无故受苦受死，而且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人是哪？上帝独生子，这个人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也即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甲咱为着咱来得受苦，为着咱来死。也即咱得到的这款的恩典是偌尼啊大，偌尼啊丰富。咱能想看卖吼？有当时，你能看到一挂朋友啦，一挂咱熟悉的人，啊，伊甲某一个什么啊，足有名的人翕一张相，哇，伊个要欢喜倒无？啊，今仔日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为着咱付遐尼啊大个代价，咱敢袂感觉津津有味吗？就上帝，予咱看到这点吼，啊。因为着这点，啊，咱个人有一种驾到的知道吼，尝到的知道。啊，第二啊，咱来看看到的知道。啊，咱伫遮咱看《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第十八节。啊，咱三甲做伙来读这个经章吼，做伙来读来请，照明恁心中的目睭。予恁知影伊个恩条有何等指望，伊伫圣道中得到个基业有何等丰盛个荣耀。啊，伫遮咱来问一个问题吼，咱为虾米需要照明心中个目睭？即个心中个目睭吼，对咱有虾米款个意义？答案是盼望。这个盼望呢，不是透过咱肉体、咱肉身的一个目睭会用看到的。这个盼望是咱爱透过咱心中的目睭，吼，才有法度去看见。也就是讲，今仔日咱若要讲，我知影耶和华，并且搁会用纪念耶和华，未记耶和华。咱心中的目睭，就一定要被照亮、被照明，也就是讲，咱必须要带着盼望来底活，而且这个盼望吼，甲咱会使做啥物无替代。然后，这我阁讲一遍吼，今仔日咱若是要有看到的知道，咱必须要活出一种生命。一种生命是我抱着盼望来底活着，总是这个盼望甲世间的盼望无啥共。这个盼望是甲咱会用做啥物是无替代的。咱无法度，这种盼望是咱无法度靠着家己做啥物来实现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哪会？咱是交托。在耶稣基督予咱的应允的顶面，这种盼望简单讲，就是这几个字吼，咱放手予上帝去做。啊，这为什么咱要放手予上帝去做？因为当咱放手有啥物意思？因为放手，咱是知影一件代志，我无可能靠着我的双手来实现这个代志。所以我只好安怎放手，予上帝去做。兄弟，即句话听起来足简单，但是要做起来安怎真困难。啊，我讲一个例吼，就亲像讲你开一只有 autopilot 的 Tesla， 啊，你到迄个卖车遐卖车，甲你讲啊。你会使啦，放手，啊 ，autopilot 吼，帮你开车。但是吼，我知影真侪人拢有这个经验，去 Tesla 遐，伊叫你放手，你煞放袂手，啊，手煞放袂落。啊，这是我侪侪朋友哦，咧试车的时阵，啊，有类似的经验吼，
啊，特别伊讲，哦，你超车的时阵，切，迄个 switch 迄个链的时阵，吼，伊也要惊死吼，安尼甲你害过吼，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咱来想一件代志，就是讲，实际上吼，迄种毋忙放手互上帝去做这件代志，是爱努力的，因为呢。咱的本性是哪会靠家己比靠上帝搁较简单？啊，咱呢，那是要放手予上帝去做，咱就是爱去努力去学习去克服吼。咱绝对唔通讲啊，我无法度放手予上帝去做，啊，所以我家己冒起来做。啊，其实这是咱爱学习的吼。这种学习，我相信就是讲咱努力。去学习放手予上帝，放手予上帝去做，咱可以慢慢啊做得到放手。这个亲像咱在请养囡仔同款，咱在请养囡仔刚开始，哦，咱就是要教囡仔呐，上好啊懒条条吼，啊目睭看会到，手摸会到，啊甲斟酌甲看，斟酌甲上，啊看伊一举一动，看有啥物需要，紧的甲斗三工，啊但是。当囡仔开始慢慢啊大汉的时阵，咱知影一件代志，咱爱开始安怎放手。啊无，咱若无放手吼，咱会让囡仔甲咱嫌，啊家己吼会感觉讲做甲老干，啊吼咱的囡仔甲咱嫌甲老烂。啊，所以伫咱的照顾囡仔的代志的顶面，其实咱嘛是在学习。渐渐的安怎放手，啊，一直到最后完全放手。啊，对伫咱的上帝，对伫咱所做的代志，咱嘛是同款，就是讲，上帝啊，我嘛爱学习放手，互你去做。而且兄弟，当咱开始在学习即个放手，互上帝去做的时阵。咱才有法度去看到讲，哎，咱的上帝是的确甲咱同在的上帝。当咱放手予上帝去做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才有迄个机会，亲身去体验到讲，咱的上帝是又搁真又搁活的上帝。阿门。下边咱搁来看第三个知道，就是感受到的一个知道哈。啊，咱伫遮，咱来看即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咱真熟，但是尤金·彼得森吼，伊甲即个经节啊做即款的一个翻译吼，伊讲啊，话语是本源，啊，话语伫上帝的面头前，啊，上帝伫话语的面头前。啊，即点啊想咧？你侬我侬，喝啥七朵哈？啊，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类似这款的一个处境哈。啊，伊在讲的，就是话语，就是上帝。伫起初，个随时甲上帝同在。也即这个经章，就是在表达上帝甲话语彼此的一个关系。上帝就是话语，啊，了解这个关系了后，咱会用安尼讲，咱会使安尼讲吼。当人对上帝话语真实，伊个对上帝真实。当人对上帝话语感受真深，伊对上帝的感受嘛会安怎真深。当人真爱读上帝话语。就代表伊真爱上帝，因为话语就是上帝。所以今仔日咱也是讲，上帝啊，我想要感受到你的同在，一个上紧的方法吼，就是咱来提升家己对上帝话语的认识，迄个词语量，咱来提升。咱家己对上帝话语认识的迄个品质，
甲迄个数量，吼、哦，佮亲像今仔日啊，佮亲像话有一个经章安尼讲吼，啊，伫遮咱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伊遮讲，咱佮爱用各样的智慧，将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伫咱的心内。伫遮在甲咱讲吼。咱今仔日若是要有迄种感受到的知道，咱个需要上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伫心内。啊，即、这个我 highlight 即句话吼，伊具体的意思是哪会呢？就是讲今仔日咱读了真 routine 安尼在读上帝的。诶，话语，咱安尼做入听在读圣经，毋是讲敢读安尼而已，咱搁爱学习默想，搁学习来思啊审视咱家己吼，自我反省。啊，这种情形个亲像诗篇啊，第一章第一篇第二节所讲诶，啊，咱做伙来读这个经章，做伙来读来请。读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日暝思想，这个人便做有福。这叫做日暝思想，就是咱将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伫咱的心内。啊，这款的操练，这款的学习，咱会用发觉，这不是讲哦，我敢承认一个真理啊，不是敢到这尔。这更加是哪？咱在纪念这的真理，咱在体验这的真理，并且咱这个人被真理来触动。当咱若是安尼来在做的时阵，咱可以得到迄种感受到的知影。那这今仔日咱讲，我要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哈。我今仔日。啊！我要知影上帝敢有伫我的身躯边？啊，可能咱会安尼想啊，我可能爱看到什么新业技术，我可能爱啊有拄到什么代志啊，上帝甲我拯救啊，所以我会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其实一个上紧的方法，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咱对上帝话语开始。来在读，咱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咱开始伫这个词品质哈，开始伫这个数量的顶面开始来在提升。啊，当你来在看的时阵，你开始用这个话语开始体会，你开始用这个话语 apply 伫你的生活的内面，咱个人开始。伊感受到讲，哇！上帝真正甲咱同在。我会记啊，有一遍我问啊，我的囡仔吼，我讲啊，爸爸是牧师，啊，我无妄想讲你因为爸爸是牧师，你过来得洗礼。啊，我讲你袂使安尼做，你爱家己对上帝有迄、那个啊深深的体会。啊，我过来问讲，好啊，你甲因甲我讲为虾米啊？你要洗礼，为什么啊？你感受到啊，真正有一个上帝。啊，伊甲我讲一句话，伊甲我讲，我伫读圣经的时阵，我感受到咱人写未出来，亲像圣经遮的一个智慧。所以今仔讲，咱要感受到上帝吼，其实有一个上简单、上紧的方法，就是咱对上帝话语。在那个品质和那个数量上面的一个提升，咱对上帝话语开始 apply 在咱的生活的时候，咱就发现话语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话语。啊，兄弟，圣经咱就要这样来看，圣经是上帝对咱所讲的话。圣经不是说我们人类在那里讨论上帝的话，
圣经毋是讲咱人类伫迄个所在伫揣摩上帝，伫遐个所在伫描述上帝。圣经毋是咱人类伫迄个所在伫定义上帝的一本册。圣经是上帝对咱所讲的话，所以咱毋通把圣经的话当作是一个道德教训，啊，伫遐咧分析。咱个爱把圣经的话当作是上帝话来伫听。咱每一遍读起圣经掀开的时阵，咱心内面个上帝有即款的一个祈祷，讲上帝啊，你的仆人伫遮。今仔日你有甚物话要对我来讲？啊，用即款的态度来伫读圣经。当咱也开始用即款的态度来伫读圣经的时阵吼，其实咱对这读圣经较会有兴趣。啊，咱对这读圣经，咱就会开始入迷，开始来思想。当咱有即个态度伫读圣经的时阵吼，咱就会开始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伫咱的心内。啊，愿上帝透过今仔日伊的话吼，啊，来帮助伫咱，互咱对咱的上帝有亲身的体验。即是咱三个起立，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上帝啊，回应祈祷，咱恳求上帝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互咱对上帝的一个认识，的一个知影，是食会到的知影，是咱看会到的知影，
是咱感受会到的知影。求上帝帮助伫咱，予咱无将圣经的道理啊，敢看到一个知识而已，予咱实在愿意感受到讲啊，上帝话语啊，真正是话面的美妙，予咱感受到讲。我嘴大，我腰肌，不是因为无饼，不是因为无水，是因为我无上帝话。求上帝帮助伫咱，咱三家开嘴来向咱的上帝回应祈祷，请。亲爱的圣神，愿你今仔日伫阮的当中，伫这个时阵啊，来光照伫阮，嘛来柔软伫阮，予阮的目睭会使白金，予阮看到家己的宋香，予阮看到家己的无够格，予阮能谦卑伫你的面头前承认。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主；耶和华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主啊，让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是用嘴来承认，让我心里面也来在相信。的确，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在我的行动的里面，在我的思想的里面，我们都可以顺利做成。主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代，有很多这些多媒体，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在那里评判自己，人在那个地方恶劣自己，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人将荣耀归在你。主啊，因为我虽然知道有上帝，但是我却未记上帝。主啊，求你透过今仔日我所读的圣经，圣神的感动，搁一遍来提醒伫我，予我能谦卑降服伫你的面头前，也帮助我每一个兄弟，当我安尼祈祷、安尼呼求你的时阵。主啊，让我们对你的一个认识，对你一个知影，是担着的，是看着的，是深深感受着的。求上帝你祝福啊，带领引带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门。请来，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遐灵来的祝福。愿恁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甲悟性，会用充足明白上帝的旨意，予恁行事做人对得起主，凡事予上帝欢喜，伫一切的好事顶面坐结果子，搁较认捌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上帝赐予咱大家。